我，啊，出去了一趟，容光焕发呀，是不是有什么艳遇啊？跟哥说说。没有，没有。哥，我说的是实话，真的真的，我和李薇薇出去能有什么艳遇啊？跟李薇薇一块出去的啊？你们两个人不是死对头吗？那这一次短兵相接，是不是又大战了一场啊？没有，这次我见他，我觉得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。不一样了？哎呦呦呦呦！来的，比如，比如什么？比如你跟李薇薇。我知道你是关心我，谢谢。跟我还那么客气？